忽然间一阵雨，雨不停，你哭泣，不安的空气飘荡在风里，隔着距离我好焦急，看着你拼了命，那眼泪变成雨落在我心里，交织成涟漪，再难的路有我陪你，不再冷漠的防备，无论有多疲惫，伸出手，我竟然发现晴朗的瞬间，不管是天气还是一直下着雨，从今以后有我会陪着你，让我的真心展开成雨衣，带你继续向梦飞行，跨越了天际，阳光照亮了眼睛，前方的路透亮的像水晶，穿越了森林，能看见另一片风景，你的笑容是约定。阿娟姐，你做兵哦，两冬母后想讲啊，这两冬是要安怎过？奈知影呢？过点，逐工像干肉安尼烫烫烫的，你免教我啦。嗯，等我退伍，我就赶紧把恁店做起来，做个全国向上大景的。啊，咱要店，敢要做一寡改变，甲咱同款。袂用的，店是咱厝的根本，若乌有去，你敢对得起恁爸？母啊，我已经问清楚，要去台北倒位挂会啊。万不利若失败嘞，有拼才有机会啊。不利啦，阿姑，你甲阿姑哦，关两关俩。哦。姐啊。让少年人去拼啦，明浩啊，这件代志不是少年人想的遐尼简单啦，嘛无遮尼复杂啊。文英才拄退伍尔，完全无经验呢。我是希望伊搁等两年啊。莫搁等啊啦，若真正吼要顾虑遐尼多吼，无紧变巧哦，对着时代，这间店是通徛哩偌久？阿姊，啊！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啊，拖命哦，拖到最后，若是双手空空，什么拢无法度交予本人啊，安尼敢有路用？若真正要行到迄一步才来后悔，啊！你即摆坚持到底是为着啥啦？陪伊试看卖啦，就算是失败，也拢是伊的经验啊。什么代志？这十万块哩。这是要？十万块要让你做本钱，你看要挂什么花，你家己注意。母爱甲咱店的拨一家，让你囥挂回来花。你是讲正经的啊？恁二姑讲了真对，总是爱让你机会，让你去承担。
这十万块的本钱，都爱看你有啥物本事，做偌济算偌济，趁钱就继续做。啊，若万不利本钱无去，就当作是经验，上届无，咱个店还搁伫咧啊。哎呦，多谢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趁钱，我趁足侪钱，予咱个店哦重新搁做起来，袂予你失望个。稳稳啊，做着好。我先讲，做生意有足侪面面角角，嘛都爱注意着人情义理，还佫有爱知影通春秋。我知啦，我一定足细腻、足注意的，啊，一步一步做予你看，予你会当完全的信任我。偷看一下。好一斤，你这不是这做哪的？请问一下，你到底是有买买还是无买买啊？当然嘛爱，爱，哎，那为什么伊安尼一斤换一斤，口口说口口说，无一斤安尼玩一天了嘞？无你看啦，啊，质量嘛袂歹啊，质量嘛最好看，都无一斤玩一天了嘞，你这是存心要给我添钱呢啊？我甲你讲，这最好看的，头拄啊洗过吧，最好看的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无爱买啊。啥讲哈？这个设计哦，高雄我捌看过啊。我若挂上去，毋是甲人共款。哦，我敢那在导游呢。哦，原来你进前这个高雄安尼啰啰嗦、啰啰嗦，拢是伫咧调查咧哈。废话，咱走这远，当然嘛要做功课。我买的货是上流行、好看，而且是高雄毋捌挂过的。安尼挂上去。人客唔才来来，厉害厉害，真正是生意人的头脑吼。你莫想讲安尼甲我学了，你会当拖时间。我紧嘞，后一间。我靠命哩，我都卡慢嘞啦。你着对啊，这拢上新的，这就是我要爱的啊。哦，总算有一间你喜欢的啊，江爷。爹，来，这个，来，坐好。这不用。OK， 我是为高雄来啦。啊，恁这会敢有其他的高雄人找你挂会？无呢，你是头一个哦。啊，恁差不多拢外久进一届新的啊，阮这卖了差不多，就要等来找你啊。差不多两礼拜一届啦，啊嘛无一定呢，这看船期啦。啊，佮有吼香港迄边进货速度啦，啊嘛无一定有新的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你买是几种货啊？我才靠你，啊你爱留上新的货给我哦。少年袂歹哦，做生意真拼哦。无啦，啊你斗相共啦。你甲我买愈济吼。我进货速度就愈紧啦。对。来，你看麦，吼，你即届进货即计少些呢啊？你买遮济遮济。无头家，啊，阮走遮远，头一届就买遮济，你别算较少的。
我这拢批发价啊呢，拢上价啊呢。啊，无你别间问看卖嘛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你给我的介绍够低，我就会卖了搁较紧，就倒转来找你挂会啊。而且这只是开始尔，咱以后的合作会久久长长的，你要甲我斗相共一下。好啦，算讲下你交一下朋友啦，我搁奖一千给你啦。好，你实在真会讲价。谢谢你。啊对啊，啊你这会有要寄人甲你送无啊？啊唔免，阮家己排转去就好。啊你毋是坐车来？啊这坐你敢排转去啊？不要紧啊，因为我有开一台人肉货车来啦。你莫看伊安尼哦，伊走足紧呢。这。较慢的啦，哦，我真正是予你打败呢。这煞遮尔多，是为甚物袂叫托运啊？我若要叫托运，我想要带伊来啊。哦，你即马把我当作人力发财车就对啊啦。你莫生气啦，是我头一次来台北挂会呢。哎，当然嘛较细腻的，我一届付遮尔侪钱。我哪有可能两手空空回去等火车上过啊？我袂放心嘛。佮讲甚物要先请我来台北佚佗，请我来台北食好料，啊结果咧，根本就是最苦工。托运的钱，就是要省起来请食好料的啊。我你讲的吼，啊你我即马就要吃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无给我补充能量，我即马就当场昏倒，互你看，跟你讲。袂用啦，头前讲两条街啦，佮西一个啦。够两条鸡，啊！你买无够啦，紧！我就是，哎，啊！你唔是有讲过，我这个高雄总代理爱无条件给你火力支援呢，拢袂记是？我歹命，我也歹命，然后这个高雄总代理又是足歹做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是。同学，加油啦！好料的在头前等咱啦，行啦，来。带我去啦！这里，我这届挂的花拢做好看的。哇，你一睏头，款才才转来。嗯。哎，你敢袂戆戆啊哦？做一遍十万块拢甲开完。无啦，哪有可能？我这阵吼是趁只落草尔。我本来就按算讲哦，要开十万块就好啊。啊，今日哦。三万块开完，我就无阁洗啊！你咧搞讲算笑？哈？三万块买这麼大堆，哎、欸，哪有可能这俗啦？啊，就是因为这尔俗，唔只去遐挂会，无人哪会叫做批发市场？无，这看骨卡那算都无可能较俗啦！你看，这料变本，哈？工免钱哦，吼。迄若成本遮尔低吼，即款品质一定粗。啊，若安尼，我遐个人客敢看会上目，敢卖出去？母啊，遮个衫甲咱原本卖个衫是完全无共款个呢。这拢是为大料工厂做出来个。你敢知影遐个料甲人工有偌尔少？咱台湾遮哦，请一个人，伊遐会当请十个，可能不止哦。所以你想看卖？一件衫的本质会当降到偌低？你莫咧甲我讲梦噶，哪有可能差济？你即马才知哦，无哪会有遮尔啊侪大头家要去遐开工厂的？这新闻我咧报的。嗯。母啊，你放心嘛，我有了解过啊。遮个衫哦，虽然讲品质无咱台湾较幼，啊，毋过还是好看的啊。无哪有可能卖啊遮尔好？这料子的生意无人会做的啦。
时代有影改变啊！唉，若毋是行到这步，真正还阁无了解讲，啊人个成本真正会当降到遮尼低，无怪哦，无怪啊，总因个头家安尼经营到遮尼困难。嗯，啊对啊，啊咱个卖香港货个代志，你敢有甲因讲过啊？有啦，这三间合作的公司我拢敲电去啊，啊我甲因讲，咱即卖店的经营方式会改变啦，啊可能会较少叫因的货，啊人因嘛拢真理解啦，讲即卖都规个环境的变化是安尼哦，原来真体谅的人，颠倒是我，心肝内对因敢要足袂得。我看到就没啊，必输啦，这最好看的啦。现在香港电影哦，拢穿这款的啦。罗主任，恁店面看起来皆是无同款哦。对啊，你已经一阵仔拢无来啊呢，阮即摆的经营方式哦，有淡薄仔改变啦。袂歹呢，啊恁本来买的衫吼，有百货公司的品质，而且有当时还搁较好呢。啊，即摆阁摆一批阁较俗、阁较流行的衫，我远远看起来吼，袂输两间无同款的百货公司咧。对啦，阿姨，我来甲你介绍一下，遮吼有两间无同款的百货公司，这边上高雅，啊，这边上新上流行，你看偌赞的。来阮遮试一届吼，会当让你两种 fashion、两种 style， 你会当一举两得，双重享受，直接甲所有的美丽吼一网打尽啦。哦，原来你这个好讲话哦，有得点啊蚂蚁团哦。无啦，阮母也较厉害啦。来啊，看卖，看是倒一间你较介意的，阮拢会拍照你。好啊，豆豆看，豆豆见，哈。哎呀，静静，哦，今仔日看你咧招呼人客哦。我真正想袂到哦，我这上班囝，嘿，当时骗到这尼贤做生意啊！有你这个师，我这个师啊，敢袂当漏开？其实哦，我自细汉看你卖衫卖到今嘛，就算讲无学到九成，无五成，搁再讲啦，我拢有咧看迄杂志，啊，顶面哦，拢有写一挂流行的物件啦，啊，顶边我伊逐摆挂货的时阵。嘛，我咧看因是安怎卖迄香港货，所以讲啊，母啊，我计毋是囡仔，你也相信我啦。我来收店啊。伫这条路安尼来来去去，我拢唔捌注意到这风景呢。今仔日看到感受阁无同款哦。哦，妈哦，带你来看风景啦。哦，住伫这附近正侪年啊，我哪会到这阵才发现，这风景阁真水了，吼。啊！你每天都住在店内，当然嘛无法度发现到这外口的世界有啥物变化。嗯，有影呢。时代嘛已经改变了吼。嗯。哎呦！啊，我乃即马才发现，我这个后生已经这大汉，搁这缘投，生理搁这够准。我是不是有甲你讲过啊，母啊？喂。你放心嘛，我一定会做给你看，不要你失望。既然时代改变啊，那呢，咱的思考是不是有哪爱改变？我也是在想哦，
咱的店拨一半予你，安尼你才有愈大的空间通发挥。你讲真实哦？嗯，拄仔的生意就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。咱的店若要继续做落去，一定要改变。哎、欸，啊，不过若安尼，你寄回一边的正花，唔着搁爱减少啊？对啊，当然都要先试掉一间啊。试掉？啊，你敢有考虑到要退掉倒一间啊？有啦，啊，都阿总迄间啊。啊！我知，我知。咱甲因的感情是上介好的，啊，伊这么侪年来，嘛是上介疼咱的，上介照顾咱的。这三间公司的货，嘛是阿总已经品质上介好，价格上悬。啊，不过现不哩，这阵啊上歹销的嘛是因公司的货啊。啊，想来想去哦，就只好选择伊一间啊。这我是经过。思考足久的，我不如将才做这个选择的。哎，你经理，你也知，内行的呢。哎，拢是为香港来的，你看卖，都是遐较介意。你有介意就好啦。看，看，看。安尼一千三哩，我先穿三就好。多谢。哦，袂啦，多谢恁来甲我交关啦。是啊，我来甲你斗三工，你继续甲人家算钱啦。好，多谢。明仔再来吼。谢谢。一壮，啊，你哪有闲通来？是啊，无会堂补，我嘛是会当过来啊。阮公司吼，几落个专柜拢收起来啊，我即马上闲啊啦。头家娘，算钱啦！小姐，今天哦，今天真正足水的啦，你哪会敢讲这好啦？我办你啦！来来来，这九啊八，啊算你九啊五就好。多谢啊，互你交关这多。没啦没啦，好，较少来，好，顺家的。别客气啊，我逐日来就好啊啦。姐啊，啊，你嘛来吃茶啦。无用几包呢？总啊，啊昨我打电话甲恁头家讲的代志，伊有甲你讲无？我知啦，以后免阁来补货啊啦。真实的呢，我是安尼考虑了，阁再考虑，真正足歹做选择的。不要紧啦，我拢了解啦。那毋是行到最后一步啊，大家合作这么多年。拢有一点情伫咧，你敢知影我即几工啊哦，心肝头偌恶杂个？是啊，莫安尼想啦。阮公司个业绩吼嘛愈来愈歹啊，阮头家嘛伫想要安怎转型啊，这是早晚问题啦。阿总啊，啊，今咱都已经无咧合作啊，你搁肯来看姐啊，啊来到地搁像较早共款安尼，甲我斗骹手。我是真欢喜啦，啊，不过马天栋对你愈袂得过。姐啊，莫安尼想啦，相公无生理的来往就无感情啊。而且今日我是来看文明生理，做够有成功无？照安尼看起来吼，我会当放心啦。你哦，做够袂歹，无互恁母也闹气啦。阿总兄，多谢啦。阿兄，阿总喂，阿达，你怎么头路嘞？公司若要转型，凡事都唔免我送货啊！我就想讲来去台中找亲戚啊，啊顺便踮伫遐找头路啦。台中？啊那安尼，下摆唔就愈无机会见面啦。袂啦，我是去台中尔，就毋是出国讲。我若是有转来高雄吼，一定转来挂机啊。讲有听哦。讲有听，机啊，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呢。会啦，你嘛同款吼。哎，你这无意思诶，看姊啊我咧。你哦，我会随时甲你突击检查，你着爱甲恁母啊，搁即间店顾好哦。报告班长室，
你上好停下来，我伫只等你。好。你即届要进人庄哦？系啊，小李啊，你查这人庄甲女庄市场是无同款的。我知啦，啊，阮高雄迄店哦，以前是阮母啊咧做夹卖生意的，人客一般拢是足有消费能力的小姐甲太太。啊，不过我即摆甲你挂回转去卖，来人客愈来愈少年呢，真侪查甫陪女朋友来踅街，我就想讲哦，因个生意嘛应该做。嗯，你真有想法呢，啊，无我来甲你经啊。甲你做生意做遮侪届吼，我就感觉吼，你野心愈来愈大啦。安尼讲，我这是服务人客心无？洪老板，你看我即马开始甲你挂男装诶，你是毋是吧？应该算我较俗淡薄啊。大家讲我上尾啊吼，你着要甲我抬价啦。好啦，尽量算较好，介绍互你啦。多谢你。袂歹哦，嘿啦，真正哦，配起来足有精神嘞，啊，够有这色，来，你看卖，做足好看的。嗯，我是建议讲吼，这两件你会当换咧穿，安尼上班时阵哦，较有变化啦。诶，真啊袂歹哦，真正袂歹呢。嗯，好好好，安尼这两件甲包起来。好，我来等一下。这间有卖男装的，阮恁爸看卖。来，哦，阮这男装、女装拢有，啊，拢香港的来货，恁大家看哈，大家见。来，谢谢哦，哥再来。坐下。今天袂歹呢，你看，安尼够有好看。真欣赏恁查甫囡仔，热天拢会使穿只短，互两支脚安尼透出来，无像阮查甫人吼。啊，不管我穿，不是外裤，就是西装裤。啊，高阳热天一来吼，实在是要热死呢。哎，你已经不是囡仔，查甫人穿短裤，敢会使出门嘞？相公查甫人袂使穿短裤出门。我看杂志吼，有的阿多啊拢会穿一款介流行的短裤，啊，穿起来嘛是介缘投呢。无啦，迄是阿多啊啦，咱台湾人无人安尼穿的啦。迄是外面买袂到这款短裤，若买会着吼，我逐天嘛要安尼穿。真正袂歹呢吼。我摕转来啊，顺续哦，甲你讲一件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啦？贵阿伯啊，伫洪山遐有投资一个建安，因嘛有替咱留一间厝，叫咱赶紧也买起来。买厝？咱的店改变这個经营方式，才拄起步呢，哪有迄个零用钱啊？哦，特别约了足准呢。伊就知影你会来讲，贵阿伯哦，会替咱到处投几款啊，咱就拿贷款就好啊，啊到时就成自然大。唔通啦，恁遐阿伯已经甲咱斗三工真多啊呢，哪通阁予人安尼出遐侪钱啊？啊，大伯讲，因甲咱斗欠一间厝，是替阿爸照顾咱啊，这是因好意，你莫甲拒绝啦。啊，是讲。有啊。你免烦恼啦！你看，
咱的店哦，即马开始转型啊，一定会愈来愈好诶。为即马开始欠一间厝，有我伫诶，无问题啦。梅姨呢，母也知影你目色巧，阿妈真知影即马人客对着衫裤到底介意虾米款诶。做生意你嘛真用心，啊，毋过即阵母也咧看遮个小网哦，以我诶经验甲判断，凡正是我想较济啦。不过，真是无通想你想的这么乐观呢。无啊，啊这下无啥问题。你初开始挂货转来卖的时阵，有影啦，生意嘛袂歹啊，啊嘛流利滚滚啊。啊，不过我开始注意到这下包的时阵，扣掉成本，搁一寡开销，其实赚无偌济呢。比较早母啊吼，生意转好的时阵。迄利润是差足多，我是咧烦恼，若安尼继续落去，厝若搁买落，死到连贷款都拿袂出来。当然咧，挂货转来卖，迄利润拢压甲足低呢，都是爱靠薄利多销，才我都赚着钱。数量若卖无够，根本都无通赚。咱即卖生意袂歹，是因为你挂转来衫型比别人较新型，选择嘛较侪。啊，不过流行是一针一针的，啊嘛退掉真紧。假使若是有人甲咱同款挂只的货来买，啊，甲咱竞争，时到咱的货就有可能愈囤愈多哦。啊，若毋是了钱拍卖，就是本钱爱压在遐。啊，这款的生意，有法度做偌久？哦。这个汤色有够赞，吃来吃去哦，也是这台面上好吃。美食当前，你搁不会手动啊？食物件啦！你莫吵，我想代志啦。食饭皇帝大啦，想什么代志啦？先吃面啦。我咧想，后一撮去台北计划，我咧想办法去找到遐大盘，安尼全高雄就敢我有。就无人会当跟我竞争啊！袂歹啊，听起袂歹啊。你莫凊彩应应好无？我就是唔知影要倒去找啊，你是？而且台北遐个头家，敢有可能跟我讲，因货是为倒位来？嗯，啊，这头家问袂出来，你不用去问别人啊。像咱食物件啦，这物件若是好食，想要知影材料是倒倒位来，啊，问头家问袂出来，你不用去后尾问看卖啊，看谁人送材料来，也毋着知啊。对啦，我知影要安怎做啊！嘿嘿嘿嘿嘿，阿哥，卤菜搁来两盘。嘿，想袂到你搁大智若愚呢。开玩笑啊，我输真心。对嘛，咱们叫大姐，你来贵干嘛？对吧？来来来来来。大头家，是你哦！唔爱来叫好无？咱嘛熟识一段时间啊，才来客气着。恁嘛，我即马嘛有送货去恁家啊，叫你头家嘛应该的啊。最近拢无看到你诶，搁去台北挂货，叫恁公司送货来，我才会当看到你哦。我有足侪所在要走要送货啦，无一定伫高雄啊。哦，我叫是讲，阮高雄伤过热，你无爱来。无影啦，叫我来高雄，我足爱的啊。长途的走一撮吼，载一车就好啊。短途的吼，要开几落撮，换几落车，规工拢起起落落的。辛苦啦。啊，所以讲恁平常时拢走台北车较济吼。嘿啊。啊，你有啥物代志要问我？我一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一下。啊，想讲你伫咱这途安尼送货，应该是较了解啊。啥物代志？我想要了解一下。恁后火车头遐个中盘，遐个货拢是为倒位送过啊？好啦，也无代志哦，袂当凊彩互人知啦。顶咱个交情吼，我着互你讲一个大盘卖衫个所在哦，分布。一般人吼袂去遐啦，拢嘛是做生意个，较知影迄个所在啦。等下，五分埔要哪去啊？松山火车站，你知影伫对无？无呢。我问互你看。好。
松山火车站出来了吼，一直行，行过枪顶，我倒手边落来，看到路边足侪布袋啊。短裤，相公查甫人袂使穿短裤出门。我看杂志吼，有诶阿多啊拢会穿一款介流行诶短裤，啊看起来嘛介缘投啊。若买会中吼，我逐工嘛要安尼穿。小姐，陈先生需要啥物？敢来帮你介绍？恁遮挂会安怎穿啊？无一定啊，看你要挂几领。几领哦？可能数量真大呢，我是要挂上去，给全高雄的人穿的。那安尼，你甲阮头家讲好啊，伊伫咧楼顶，我起来讲一下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嘉磊，坐啦。哦，多谢。阿姐，我名字。来，请你们坐啊。好，谢谢。是安尼啦，你买这部底裤哦，形体是几啊种？我嘛拄打进货尔，现货价价差不多一千领。好，那呢，我着买第一千领。哈？少年诶，你莫买遮冲，我着即卖底裤吼，拢是上新型诶，台湾真少有人有呢。而且今仔店诶头家嘛来找我客，啊，我若做一刀拢挂互你，我对伊要哪交代？王老板。我是足有诚意的，你若答应规批拢给我，我才会考虑啦。啊，若无，袂要紧啦，我再找别间。谢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先客一半好无？两礼拜后我准放入来，我分批包你。安尼嘛说到一千领，啊，你嘛免烦恼囤货问题，安尼好无？王老板，你一千领给我。卖给别人，我就会一直跟你合作。而且这数量一定会愈来愈大，你考虑一下。你嘛知我做生意的，有真侪朋友照顾啊。而且，咱今仔头一道见面熟识尔。安尼啦。我即马就给你现金，若是咱会继续合作，我拢会付现金，绝对袂扣支票的。这好啊，你稍等一下，小姐啊，起来点小姐，小姐姐，来，饮茶。多谢。清亮，你即马是甲做生意当作变囡仔耍？母啊，我毋是变囡仔耍啊，我是确定这个货全高雄敢若我有，所以我一定爱买断。心肝比有较大呢，我进前甲你提醒的用意，就是爱你后抓去挂货时阵，考虑较济咧，较细腻咧。唔通咧做一捆头都挂遮侪货，以后唔则袂有囤货风险。啊，结果你不啊，免烦恼啦。我的算盘甲你定的无同，即届我去的所在，遐拢是做大盘的，挂货价钱比后车头遐搁较少。而且这王老板啊，比大盘搁较大盘，伊穿的底裤是甲杂志顶面遐的外国人穿的拢同款的。
较早若有人早顿来台湾买，拢敢若几领尔尔，而且拢足贵个，敢若伫咧台北有人在买。伫咱高雄哦，我毋捌看过有人在买个。而且咱高雄遮尔热，一定有足侪查甫人会买来穿个。咱若开始买哦，绝对流行个。阵做物件搁较好，搁较好卖，嘛袂用一睏头就挂遮侪货转来。母啊，就是爱做一遍，把所有货拢食落来，才会当摕到上低价钱，啊利润才会悬。即摆都无人有呢，莫讲高雄啊，规个咱台湾无人会当甲咱竞争的，就算讲咱卖较少淡薄啊，嘛是稳赚的啊。搁再讲啦，你毋是讲遐十万块的本钱，我会当家己做主意，到即摆为止。我是用到遐本钱尔，也无加开。我毋是要管你，你想要安怎发挥，母也是拢支持你。重点是我烦恼你安尼冲过头吼，我会甲你提醒啦。袂啦，我有把握，遮个货哦，一定会赚大钱。母也是对你有信心啦，问题是迄种短裤呢，准做予你搁较贤卖。嘛爱半冬的时间卖完，啊，若讲干那卖一两百领，啊，着冬天啊，啊，剩咧八百领，毋知影顿起来，时到着退流行啊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你家己考虑较斟酌。一千领，啊！你骂好好啊，无怪恁母啊，甲你骂，连我拢想要甲你争啊！你卖戆啊啦！我的想法哦，绝对无唔对，这物件一定足好卖的，而且全高雄敢若我有。啊，不过恁母啊讲的才对，拜托一个卖衫这种物件，可是流行的。好啦，就算讲你卖啊搁较好啦，等过季吼，你所有物件都无值钱啊！我刚才会当甲你讲啊。叫你好运哦！你的意思是讲，我若想要伫个寡人进前，甲穿领短裤拢总卖掉，我就袂当靠我一个人伫个店个卖。我爱想办法，互搁较侪人看到。对啊，安尼想袂歹啊！啊，我来摆牙齿好啊！摆牙齿？嘿啊！洗牙齿人遮尔啊侪，我伫个摆搭一定会足侪人看到个。那嘛好啊，你搁要固定搁去摆牙齿，害我一日时间伫遐补啦。那你创啥创啥创啥？卖在开玩笑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今麦无要做咩高雄总代理的，我今麦你是爱上班，按时爱搁要加班，我是无一日时间去帮你摆什么牙齿，你想我是卖考虑我？卖食卖食拢卖食，哎，想只办法啦。咱班个阿伟嘞，伊之前不是讲找无头路，啊，即摆敢找有啊？哎呦，阿伟适合哦，唔知影佫第一到提供啥物找头路，介无顺利。啊，甲你讲啦，伊迄个个性吼，甲你做头家较快啊。我即摆敲互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唔敢袂招呢？拢互你啊！谢谢啊，家己做头家滋味袂歹哦。我无想到讲会卖到遮尔啊顺利呢，我想讲你哪会去想到要卖这款的短裤啊？你想看卖，咱查甫一般哦会穿短裤的时阵，拢是咧运动，啊无就学生啊咧
学校穿的制服，无就是块老人会穿的困裤。即摆有这种这么好看的短裤，哎，咱高雄这么热，你敢要穿？大家拢嘛爱穿。哦，想袂到你观察这么详细呢。而且哦，这款短裤全高雄敢我有呢。我本来阁想讲可能卖不完，阁头一眼看呢，应该是透洞啊。啊，不过你讲这背裤有一千领呢。啊，所以讲咱爱较拍拼啊。靠，迄啰挂货出去卖，阁会当甲货摕倒转来替换。以前是无人爱做诶，啊，不过即卖对我才开始啊。母啊，真是想袂到讲咱个店吼，互你经营到即卖呢，阁袂输敢若咧做中盘呢。巨流实业，开工。我介绍亚琪遐侪打卡来，你挂袂来卖。结果亚琪的打卡看你逐工倒来遮，甲伊斗阵卖，安尼敢对？啊，这啥？电台咧卖啦，啥物款酸甜食拢有效。借问一下哦，恁敢知影这个市场内有一个港口音啊？港口音啊？看着你拼了命，那眼泪变成雨，落在我心里，交织成涟漪。再难的路，有我陪你，不再冷漠的防备。无论有多疲惫，伸出手，我竟然发现晴朗的瞬间。不管是天晴，还是一直下着雨，从今以后有我会陪着你。让我的真心展开春雨，带你继续向梦飞行，跨越了天际，阳光照亮了眼睛，前方的路透亮的像水晶，穿越了森林，能看见另一片风景，你的笑容是约定。